恭喜最具潜力新人奖林依兰，他和他的他。就是我觉得拍摄现场的时候，大家都给予我很多温暖，不管是对于我，还有或是小城市这个角色，我觉得环境都是让我很舒服自在的，让我可以全然的去体会这些，就是他小城市该有的那个情绪。安排中间，中间第二排。好吗？好好说一下，第一次入围，第一次得奖。Hello， 谢谢喜欢我演出的朋友，我会继续把好作品带给大家。谢谢。第一次入围，第一次得奖，而且第一次坐国馆那么前面，以前看那么多演出都没有钱买那么前面的位置，然后感觉很不真实，到现在都还是很不真实的感觉。对，实至名归，非常恭喜阿弟，谢谢。那刚刚讲到钱，奖金要怎么利用？我会先拿来请剧组导演他们吃饭，会做人，对，然后吃完之后就是先把房租缴完之后，还有小孩啊，还有小朋友，还有老婆，该有的生活费先存下来，应该可能2000块我会吃一顿好吃的吧，剩下的我已经算好了，接下来会契约不断，恭喜男配角到手了，恭喜你，谢谢，恭喜哇，不要再哭了，你这么帅不要哭，恭喜恭喜。刚刚有没有忘了讲的感言？这次应该没有漏掉了，不然又要等下次得奖的时候才能补。你看我补一个那么早以前得奖的感谢，就是一直记挂在心上。尤其因为这次就是对手都非常的强劲，对手有这个副总统。对，我刚刚其实在台上忍不住很想讲动算，但是你动算动算了，恭喜恭喜。